开始串你哦，最喜欢的啊，原来我 host 你哦，我忘记了，都被听光光了，哎呀，糟糕了，光光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这么哎哎哎哎，这个为什么挖不到？烂东西。好了，我进来了。好的。bug 吧，又是 bug。那太边边了，那个场景草地挖不到。啊！你怎么在我家？我的兵呀！哎，被金哥加都三 B 了。对啊，这个是我们选到最后，可这个很可爱哎、欸，这很棒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哦，我直接去翻垃圾桶，交给你了。好，我要去采蜂蜜。直接去啊！直接去翻垃圾桶了。是的。然后捡垃圾人生。我捡垃圾，我去采蜜，就是、懂什么？有蜜蜂。我要去采蜂蜜。我要去采花粉了。去垃圾桶里面采花粉。没有掉下来的花花。先跟一堆人聊个天儿。对，先跟大家聊聊天。嗡嗡嗡嗡嗡嗡。叭叭叭叭叭叭叭。哆来咪发嗦啦，哆。西哆。阿比盖尔，好，然后还有你。所以你的这个一样要那个活动中心吗？哎、还是你想要九甲？有没有用过九甲？要不要九甲看看呢？因为九甲真的都只要钱就可以了事了，用钱就了事。嗯，有啊，跟村里的人关系不会不好啊。嗯，我这就不知道了。九甲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好。你完成后，他会给你九甲可乐贩卖机。九甲可乐。我突然觉得很划算呢、啊。还好。台龟，嗯。台龟。乌龟的龟。我先去 COC 一下啦，波波。拜拜。波波。就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爱吗？多可爱啊！很棒啊！没有意见呐、啊。一件，嗯，不，你有一件吗？一件什么？去挖矿？这么早？要没体力了？不是啊，我们家旁哦，你是说你要去挖看看他明天会不会生呢、啊？嗯，苍蝇来喽！不是苍蝇，蜜蜂来喽！直接变苍蝇了。嗯，搞错自己身份喽！要没体力喽！啊，挥空喽！完蛋喽！挖不完喽！浪费喽！空挥了一下喽！浪费体力喽！这样自然安呢、啊？各种大玩特，对啊，我昨天晚上也在大玩特。贝壳，蛤，钓鱼去也明日归。哎、欸，你说什么？哇，哦，没体力，还没有钱做箱子，可怜了。没有体力，没钱做箱子。你要用钱做箱子？啊，不是啊，没有木头做箱子。原来你的箱子是用钱做的。钱钱钱，我的钱钱钱。我要发大财，我的钱钱钱。对的。挺可的。哎，这个是没体力呀、啊，烂东西。有了吧？可以可以。
谁在施魔鬼战？哎、欸，被发现了！原来我没关麦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也出了。原来我关麦啊。对啊，我对这种游戏都是不玩则已，一玩就停不下来。回家的路被封死啊！有巨石啊！有巨石？下面的路？哦，就下面哦。下面的。我想说什么有巨石？往下的路有巨石。哦，我要去杀狗，可恶！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太恐怖了。不行，我在实况台上说我要去杀狗。太恐怖了。没体力的，有谁吗？游戏里面只有我跟繁星，通话的话还有杰瑞跟点点。那个巨石太好笑，我要打在桥前面。有巨石跟那个啊，巨木、那個啊、半颗木头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妈妈跟我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，但是你看的还是个好人，超被小孩发卡了。死小孩，我不打一巴掌。干发屁卡、啊！妈，以为你是正太就可以乱讲话、啊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我也是。醒他嘴呗。我的叛逆嘞！你的叛逆嘞！我的叛逆嘞！你的叛逆的啊，我看到了，他在长椅这边。请问哪个椅子是短的？不是，就是那个酒吧下面那个。哦，好。对，他跟那个马鲁两个会坐在那边。村长哦，厉害哦。杜奇真的最近不稳，一直爆炸。有退去，最近开直接看我的台，都会突然出现什么错误，就直接把我给踢出去了。我真的假的？我被我自己台霸凌，太惨了吧！惨兮兮，关门啊！啊，关门了。你买到中等一吗？你是说医院吗？商店。哎呀。歪门啊！老板出去省啊！他吃气完。你老公要出门咯，要不要出？要不要过来啊？没有东西送他。你赶快走，你不要挡我！你老公在……哦，在哪？在他家吗？他家挡我路啦，烦死了！走开。他要去河边抽烟了。对啊，然后去喝。今天礼拜一，不是啊，应该是酒吧吧？嗯，我不知道，往那边走啊，你去看一下他，去关心他一下。哎，这么低，我每次觉得他刚开始讲话真是很奇怪，真是几百人，怎么这么多地方选？你选的这个地方？然后罗宾。还有谁啊？看一下。哦，看还那么多。三个，我也好多。越发卡就被打脸，会吧，同伴。流浪汉，哎呀！哦，我剩五个人，你有问到？哇，这么快！小孩子巫师金发正妹，然后嘞，小女孩啦，咪咪。你岳父，你岳父，我们就因规家伙啊，我们本国的，
那么厉害，规家伙啊你！呀，啊，好困啊，好困！我先说，我们台语成分会很高，听不懂的尽量。对，好困，一百斤困。我们是台语丰厚跟台语攻锋。你就是不知道什么聊一聊就都会变台语。嗯啊啊，对，我要讲那个，我要用那个。我要用那个语调。呵，作假？不是，老板，我要用这个口气跟你说话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要去拿钓竿了。对，意大利。我要去做除了饭的。这个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在很远的地方。诶，没水了。摸摸了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是在撞旁边哈啊！我也破功啦！你也说啦，我要走到最下面拿个水再上去，超远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做个井水在楼上旁边吗？可是很贵，我们没有钱。我赚钱。好，如果有赚到钱，老板，我拿到钓竿了，老板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你好，台语教学谢谢，没有，我的台语没办法教学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哪都听无。你在讲啥？我刚刚本来是要关台的时候去看一下《绝世好兵》里面的台词怎么讲。结果还没看就开台了，我忘记了。你竟然没有问题，你竟然凶我说走开，被发现了。是没看过人贩垃圾桶吗？在台湾买酱油。哎呀，被挡住了。还要去看那个有没有重生，好像没有。你说九重吗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矿。为什么老板你要这样讲话？老板觉得这样比较讲话比较有趣吗？有一个亲切感。哦，你回来了，快回去。你喜欢亲切感？对，啊，你比较亲切。啊，点不起来，太慢了。那你只好把水壶往地上丢啊！不行，它丢不掉。没有错。老板，你把它存在箱子里。村长会再送你一次哦。老板在挖铜矿。金发真妹，快出来！我要跟你讲讲话。不要混合种子了。啊，他如果不会重生的话，那这题不就蛮亏的。来，外劳教台语，你们想听什么台语啊？请到聊天室打出台语。打出台语，这样他们还要学台语，不对吧？不是，我是说像你好挂号台语，我就会说你好，对啊，破音，你好。太假了吧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说二号吗？你好，对，你好，就是我们的你好跟二号有点近的音，你好，你好，看一下哈，还剩谁？呀，我好可爱的台语叫做我就够追。你是个猪，伟大的猪，我好，我就个猪。我去捡。你知道繁星没有台语吗？哎呦，五帮啊！这是你知道繁星无台语的台语吗？你知道繁星无台语吗？
洗手间叫做 Benso。捡到两颗九冲，超爽的！超爽的，我走错路了。收割仿佛超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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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你等我一下哦。不是假的假的，好想你。感谢冬雨送给超蛇一次订阅，感谢订阅。感谢超蛇今天帮我说效果八群，谢谢。效果八群，原来我没有错。香菜的台语叫 N 水哦 ，N 水哦，不是胖菜哦，不是胖菜，对哦。捧菜是拿一碗菜把它拿着端着哦。对，捧菜是捧菜的意思哦，把菜捧起来哦。没有错。用这个语气说菩哦，你是说那个哦，神鬼奇航，求求菩萨保护我，是保护我，不是救救我吧？我怎么记得是保救救保护我？救救我，保护我。我会啊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我要干啥去啦？哦，那左右的台语是什么？架饼豆饼。嗯，左边右边叫做架饼加豆饼。欸哦，太多大葱了吧！你口哈拢是大葱。潘妮，你在哪里？潘妮，潘妮，潘妮。印章跟啥？印那个印那。对啊，印那个印那。哎，那你知道叉子？叉子跟妻子的台语吗？你知道擦布跟妻子的擦橡皮擦？哦，七大嘎七大吗？没，没错，七大嘎七大，你也在叫我七大不？你在讲 A？ 七大跟七大。你就是在讲 A 哦。哟、哎。豆饼，对，是豆饼哦，那个吃的豆饼哦。你就记好是酱汁那个酱，酱饼跟豆饼。酱饼，豆饼，豆饼，豆饼。然后听说前阵子是抽阴饼。哎、欸，没上过阵，没有鱼是正常吗？饼很多人拿到就退坑了。嘿，对。不。哦。这边连一只鲤鱼王都没有。鲤鱼王，哇，我在画画。妈、啊啊啊啊啊！你钓鱼你会吓到？对不起，我吓到吓到阿兵了。啊？为什么我下鱼会我为什么钓鱼会吓到？旁边出现一些奇怪的字，我看不懂。他说奇怪的字。我看看他，等我再钓到一个鱼、哦，我真的吓到了。我没有乱叫，是嘉宾。可是我要用这个音讲话啊，你就是嘉宾啊。嘉宾啊，嘉宾啊。哎、欸，你也盘嘉宾豆饼啊，一杯草啊。反正你就用这个口气讲话，人家会觉得你是外国人。反正他们也不会说你台语不好。反正他们也听不出来。哎、欸。那个神奇的字不见了欸，老板。喂。他刚刚好像有教学。老板还没看到，就不见了。小鱼好可爱的台语怎么说？欸。Logo tree. You is so cute. 欸。是你。啊，有泡泡。哇，欸，你这个我想一下哦。刚刚在那 KTV。小鱼，有够美。哎、欸，差不多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
这些蚊子搞得我好烦啊！满满的蚊子，外面狗又在叫啦！不对，是我们家的狗在叫啊！你家的狗又在叫啦！不行，我钓鱼嘴巴会张开，我会没有呼吸，我会太专心，我不能呼吸。嘴巴张开开。不对，我嘴巴会张一个 O 字形，然后忘记呼吸，很紧张。很紧张，怕钓鱼。想到两年前也有观众说他差点窒息，没有呼吸，不干我的事。说看我钓鱼很紧张，那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You know。You so 紧张。我今天有没有浇水？有，好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说虎神，因为台湾有个神明是叫虎神，他被供奉在神桌下面，所以他是叫猴形，然后苍蝇的台语也叫猴形。猴形，去厕所。呵，我的老板要去本兽，来重复一次，厕所是本兽。哎呀，忙啊！本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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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兽。看我的腿好痒，我抓一下。不要乱抓。我抓脚。连脚也不能抓，你会不会管太多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刚好。苍蝇是火星啊，哦对，还有雨神，火星加火星。雨神叫点点。点点的台语叫点点，叫你点点。你叫点点。你叫点点。点点啦。神桌下面不是叫虎爷？哎、欸，是虎爷吗？虎爷吗？哎、欸、呀，虎爷。哦，对啊，虎爷啦，对，是虎爷。虎爷还有另外台语叫做“你有钱”，有钱的台语叫“虎爷”。虎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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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郎，所以有人就打好野人就是虎爷郎。不是虎爷吗？虎爷。我们是念虎爷，我管你是不是虎爷还是虎爷。虎爷，虎爷。我要开电风扇了，不是我热，是因为我要把蚊子吹走。对啊，开电风扇有用呢。哎呀，真的有用吗？老板要不要陪睡啊？我忘记点。啊？公啥？公啥？干嘛、啊？陪他要收税？你在做什么？公啥？要收税。哎、欸，我在赚钱呢。个税，我在赚钱呢。哦呀！我靠，你落雨呢？真好，真好。赞啊，送啊。赞啊。送啊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听到回音啊？回音。我要去砍树。我去。我去摸。笨兽汤，笨兽汤的台语就是笨兽汤，它是垃圾桶的国语台语。乱了，好贵哦、喔。好，哎、欸，好吃西瓜的台语叫好吃西瓜。我是觉得你学这个没有意义啦。好吃的西瓜、欸，你要加个 A 比较好哦，好吃的西瓜才听得懂哦。要讲好牙好，不好牙了，好吃的西瓜。好牙西瓜，哇，加的好牙。哇，那好吃好牙的西瓜是香精西瓜的台语哦。哈哈哈哈哈，那是黄金的西瓜啦，黄金的西瓜。黄金西瓜。不。
早安，早安，小黄瓜的台语，哎，小黄瓜台语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小黄瓜是条条龟吗？不是卜瓜，哎、欸，不是啦。不不不，有那个啊，条瓜是条瓜吧？卜瓜。哎、欸，啊，小黄瓜叫啥？我记得是条瓜。气鬼啊！啊，气鬼啊！气鬼啊！对对对对对。小黄瓜。小黄瓜。吃好西瓜叫做驾鹤归西是吗？驾鹤西归。驾鹤西归。你也太坏了吧！还是吃好西瓜，我看成好吃西瓜，对不起，看错了，看反了。他说吃好西瓜，嘉禾西龟哦，立立立金酱。我又找到之前那个爱呆艺的那个网站了。哦，你是说，就是那个 Pokemo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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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Pokemon， Pokemon。哎、欸，我上次搭的吉古队，我之前有去看，他没有审核过呢。哇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有点难过。气鬼要是大黄瓜吗？是吗？他们说是大黄瓜。你干嘛学我讲话？因为大家都这样讲话。没有哇。哇。哇。因公叫龟龟阿鲁。龟阿鲁，我真的没有听过小黄瓜的台语。我嘛没听，我嘛没听龟。龟。你刚是说我嘛没听龟。我嘛无听过，伊是安怎讲？听过，菜头粿啊，菜头粿。你如果去菜市场买个白萝卜，这怎么鱼那么快？老板，这鱼好快呀、啊！老板，老板，哎、欸，是冷冷。老板，老板，你敢差点被抽走？吓死了你！还有那个 Any 九一不不九二一一七，我常常看到你在别人的台哦。有人在玩 mod 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你在打字。为什么我来这边钓鱼脸就是这么欠钱虽小的脸呢、啊？欠钱虽。对啊，我需要一条飞鱼啊！礼拜三又公休、哦。飞鱼是在河流吗？飞鱼好像是忘记了，查一下。哦，小雨开 YouTube 吗？啊，我只有开。他只有开推去。啊，为啥？因为我不想回答 YouTube 的乱问题。哦、oh, ，OK。我看看海里面啊，我被去钓鱼啊！我好难过，绿色的那个条又变好短，我好难钓哦。变超短的人。哦，我看到你站半个脚在这里，超恐怖的。就是有人在玩魔族生存，你有在里面聊天，被我看到。我本来想打招呼，可是怕惊动到人，我就没有打招呼了。害怕。对，我怕我把你认出来，大家会以为你是大大，我怕你不好下台阶。他可以滚下去。哦，玩 mod， 我讲错了，对不起，那是魔主，不是玩人家的管理员，不是玩那个 mod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玩人家的管理员。在这个时候 ，mod 生存，今天玩哪个 mod 呢？今天玩哪个 mod 好呢？我看到你钓到沙丁鱼。不！救命，老板！我老板又在钓鱼。我包包快慢了，我有点害怕，我有点啪啪。啪啪！为什么你的鱼竿可以丢那么远？我比较长，我鸡比较长的鱼。Oh. 我在讲什么？我线拉的比较长。好，怎么都是沙丁鱼？满满的沙丁鱼。对呀、啊，厉害厉害！你看，又是沙丁鱼。我让你一个人。你也太弱了吧！我都让你一个身体了。
这起码要让两个身体的距离呢。发生什么事？我让他先跑，结果他在路上跌倒。哎、欸，飞鱼，飞鱼，飞鱼！哦，飞鱼，来，来来来，这边哎，对，可以面交。对，我差点哦，不是吃掉。好，哎呀，谢谢你的飞鱼。有，我的老板冒出爱心了。有，老板要去交任务了。我可以跟老家的娘回报了。妈妈，妈妈。P.L. 是谁？是迄个老板是无？P.L. 就店老板吗？是吗？忘记了。是吧？只看这名字觉得很痛苦。原来玩 mod 可以啊，那是小心。我还是不知道凡青在讲谁的台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都是随便点进去啊，随便看啊，啊就是常常看到你出现在各大台。不是，他是哥四。那 P.L. 是谁？其实他只看到 Annie 而已，然后就。因为你的 ID 最好记啊，跟鱼竿子差了一个一啊。哇，那到底谁是 PA2？ 你可以不要这么皮吗？哎呀，是鳗鱼。不行，这样讲话好悲惨哦。那 PA 是不是商店老板？哦，那个戴眼镜的是。嗯，原来是他。哎、欸，我遇到我老公了。啥？你再说一次。谁是你老公？那个啊，塞巴斯蒂安。那个啊，那个不是塞巴斯蒂安的爸爸吗？你不是他。那个呢？安尼唔好哦，安尼不好哦。无啦，今仔日电无开，就变安怎个吹哦？弄门啊！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跟我出来！我出来，还要交任务，今天过了就交不到了。哇，礼拜呀！我操嘛，完蛋了！礼拜呀！打烊的那个商店啊，可恶！怎么办？我看看雨天日常规划，我看看他雨天的时候。不用看了，应该跟我一样，下雨天是不出门的。没有，他好像会出门的。怎么可能？他应该是我才对啊。你确定你下雨天只有下雨天不出门？我下雨天一定不出门，不是只有下雨天，不然我可以24小时都待在家里啊。啊！哎，对，现在这个是小雨的地图，是我老板的地图。我的名字叫做工蜂繁星，对，没错。他家在哪里啊？他家不是就是这个吗？就是商店啊！可恶！完了，没得交任务了。哇、啊！你只好拿去卖掉了，还可以赚一点钱了。我要把它全部都卖掉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朵花。来来来，欢迎到我的聊天室打，想听什么台语，我会把我会的交给你们。你。可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有分北部南部的音，或是地区讲法不太一样。对，就像我就这样，那个是口音问题。对呀、啊，我想要听步步可爱，步步萌啊，豆宝宝宝，你这样也比较可爱吗？豆宝比较宝宝高追二混，你上好是蒙舞台语啊。对，现在有繁星，还有通话的点点跟杰瑞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在，我在，他在。今天杰瑞皮克有出现哦。对哦。今天第二场的时候。嗯。阿贝这么无辜的台语，阿贝叫你。北七。无辜怎么念啊？忘记了。无辜。不是吧？蚊子的台语就蚊啊，蚊啊，刚刚已经讲过了。啊，无得叫 mosquito 啊，蚊啊，蚊啊，有北部南部吗？蚊啊，无吧。蚊啊，不是连国外都有吗？为什么可以两个人挤一张床？可以啊。啊，比较近啊。
这比较近，天黑了。你可以不要那么。回家路上很危险。对啊。而且我回一次，我回的是蜂巢哎。不用担心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工蜂都是母的。对。我傻眼。要钓到三条鲤鱼，九十斤。废物的台语怎么说？小米。废物。笨手。笨手。垃圾。是吗？不然废物是啥？喷。笨手喷。赠送订阅可以进专属群吗？可以、啊。小雨的无辜是正解，你决定。无辜啊，无辜啊，无辜好像什么乌龟、欸。无辜是无辜，另外一个干爹。蜜蜂的台语。胖啊。胖啊。啊？胖。胖。胖蜂。对，就是蜂，不然就是很像那个胖。对。破昂胖。哦、oh, ，我讲到这，我想到今天一件很好笑的事。Hey, 我妈跟我说冰箱有个果冻，就要去把它吃掉。然后我想说，他们怎么会突然买果冻？她就说，啊，因为我们在学校孵了一只独角仙，它吃剩的，超过分的。哇塞，独角仙不是要吃专专专？